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那指数操作我们一再强调，你绝对要掌握大方向、大的趋势，你才能真正赚到大钱。指数操作，你绝对不是说，我讲白，今天台面上说穿了，很多老师、很多老手也好，对趋势是搞不清楚的。所以为什么今天你参加很多这种老师的操作？为什么一开盘忽多忽空？一下市价放空被嘎，然后市价做多停损，搞不清方向。那每天就在猜今天的低点高点在哪里？市价乱搞一通，多空乱搞一通。要不然有的就是更好笑，每天什么做指数什么上多下空，这骗谁呀？做期货操作，你绝对要掌握大的趋势、大方向我一再强调，所以你今天为什么要拥有我们这样一个程式交易？日 K 线抓趋势，来，全国投资者自己亲眼看一下今年以来，真的很多做指数的老师，年初1月份以来，这一个波段1000点，很多老师已经让会员输到都脱裤子了，赔1000点呢，很多所以你看我们的程式交易。从去年底1200点日 K 线掌握趋势，趋势翻多，这一口气涨了1000点。1月初趋势转空，再杀1000点呢。接下来翻多又涨了800点，翻空，再来趋势力道转多又涨了800点呢，转空又回跌800点呢。那这一波趋势力道转多，从七月初趋势力道再翻多，又涨了快800点呢。好。所以你看，每个重要的转折趋势清清楚楚那这一次，在父亲节前，8月8号，当时大涨涨到11070点，当时我们斩钉截铁，日 K 线已经怎样，由多转空，面临上档压力，跌破上升趋势线，所以从11070带着你全力。向下放空操作，自己看一下，这一空下来400多点呢，所以日 K 线抓趋势，五分 K 抓转折，从8月8号11064转空嘛，五分 K 转空抓转折，从11064把握向下放空都清清楚楚，8月10号11009赶快再空8月10号，全国会员都有10:12，11015附近，你拜托你赶快空当时都还在这，赶快空，趋势力道由多转空嘛。到10:49还在110138月15号一开盘大家早你加入我们的 LINE，好处多多你只加入我们的 LINE，重要的转折。只要加入张老师 LINE 我都跟你立刻分享，输入 King 518，8月15一开盘，大家早，今天开高再度转空，11818，8月15一开盘9:05，时间价位清清楚楚力道转空，你看得清不清楚再空，一口气你看。趋势力道转空，一口气从11064杀到10591，你告诉我多少点了？邱董事长，一空下来470点呢，从8月8号就好。就这一波，我们很多波段的操作会员真的赚到翻了，470点呢。你光照了我们的波段程式，一口就9万了。好，上礼拜8月16。杀到10591来，全国会员见证，连 LINE 的族群1万多人，当天一早9:11，8月16，今天9:11，10614怎样？翻多转多，告诉你这是什么？碟升反弹，
哦，也特别交代碟升反弹转多，但转多也是钱呢。8月20号一开盘一样，今天大陆城市10670还是多，还是多，670还是多。那请你告诉我，从上礼拜614670一路翻多，今天早盘震荡再攻，攻到10795，请你告诉我多少点？又是180点的行情啊！哎，很多老师从上礼拜一路空哎，来，你看我们5分抓转折，从上礼拜啊10614、670一路多，趋势力道一路多，今天早盘震荡再攻，你多少点啊？是不是180点的行情？你的老师从上礼拜一路空一路空一路空啊，每天空，一赔又照纪律退出，再空乱空一通。你惨赔180点，啊，一空就5、6口，你185口不就赔1000点了吗？好，那从上礼拜614、670一路空，今天请全国投资人不要客气，自己用眼睛看，五分 K 抓转折。今天我们五分 K 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啊，五分 K 从上礼拜614、670一路多180点。今天五分 K 跟你报告发生什么事啊？来，全国投资人，12:45，10789，再度转空，再度转空哦，反弹180点也帮你掌握到哦，啊，你去打听看看，你连加入我们的 Line，对不对？你都第一手时间掌握同步的讯息，啊，从8月8号。父亲节来着不？10614，就是空。你加入 Line，现在手机 APP 可以下载。8月10号有没有？10015还是空？啊，8月15号一早还是空。10819，哎，这一杀哎，导播拉远一点啊，从11000点杀下来10591，自己看一路空，所以我们的程式很清楚，空下来400多点。从8月16号是不是加入 Line，10614转多，我都跟你讲了，9:11转多，啊，8月20号670还是多，啊，670还是多，今天一早180点，今天全国投资人通通有，一早1078912点，啥45分来，今天所有 Line 的学员一起见证了，8月20号加入我的 Line，通通收到。大陆城市从上周10614、670向上翻多，今天五分 K 抓转折，五分 K 10789怎样转空？转空？转空？务必跟紧脚步。来，今天自己亲眼看一下，啊，今天早盘再攻高点，对不对？再攻10795。那从上礼拜整整波段大涨了180点，今天来导播，12:45，所有用户见证一下，12:45，10789，请你告诉我，空嘛，趋势力道转折，五分 K 抓转折，再度转空，再度转空，啊，那昨天也特别交代了，来，我们的波段程式。从8月8号一路空下来，是不是470点？从上礼拜翻多反弹180点，昨天是不是再度跟你预告，整个日 K 趋势还是怎样，还是偏空嘛？不会因为昨天前天大涨100多点哦就翻多了，所以指数操作绝对不是每天在那边猜多猜空，忽多忽空，你对趋势要有明确的掌握。从8月8号一路请你放空，趋势力道由多转空，空下来470点，反弹翻多，短线转折也帮你掌握180点的反弹。但是弹上来趋势力道，日 K 趋势还是转空，还是偏空，所以弹上来还是要掌握转折哦。所以今天反弹上来10789，来导播，再度转空。那当然，二话不说，所有全国 Line 的学员，你第一时间通通收到这样的讯息。从上个礼拜614、670，一路请你向上翻多，
今天五分 K 10789转空转空，不要猜，务必跟紧。来，今天全国我们的客人，全国用户，12:03压力10795附近，请你赶快放空，有没有？到了12:10还在792吗？所以今天反弹上来，你是要懂得把握，因为整个日 K 趋势目前还是偏空啊。所以弹了180点上来，还是要站在空点，啊，还是要逢高空。那今天五分 K 抓转折，不啰嗦，10789再度转空，对不对？从上礼拜一路多大涨180点，789再空，所有全国赖的学员有没有第一时间跟你分享？啊，是不是？今天12:03795附近赶快空，全国投资人。空下来尾盘呢，40点了，也不错啊。今天加菜啊，40点一口8000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从上礼拜一路多180点，一口36000啊。今天上来795、789再度转空操作40点了，哎，一口也8000呢、哦。好，那当冲怎么操作？那当冲更单纯，对吧？我讲过五分 K 抓转折，今天789，那从上礼拜。是不是614、670多？今天789抓转折啊、哦！这五分 K 是抓白点以上的转折，对吧？大转折。那一分 K 抓当冲、短冲，来看一下今天当冲怎么操作啊、哦？一分 K 来，今天操作也很简单啦、啊，自己看一下，今天早盘是不是冲高？冲高10791，这今天一早，我请问你，你做当冲今天一早你在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今天一早你跟你的老师冲高。你一冲高做多，马上急杀40多点，对不对？跌下来很多老师放空哦，今天杀下来早盘杀到10733放空，再被嘎到795，再嘎40点。你看我们一分抓当冲，一分 K 当冲今天怎么操作？来，今天一早啊，大家自己亲眼见证，一早冲10791，没错吧？来，导播自己照一下。10778转空，来看一下，几点？9:26。一早冲高9:26，导播这个一起做。一早冲高9:26，10778转空，隔了3根 K 棒都还在10778哦，对不对？都还在10778哦。麻烦你告诉我，空下来杀了多少？10733。所以今天一分 K，我们当冲指标怎么帮你操作的？一早冲高，不要冲动，778转空，规规矩矩，乖乖跟着大户程式交易做，空下来40多点的行情先送给你，双手奉送。杀下来以后，来，杀下来以后再看一下，到了10:04，10751翻多，没错吧？清清楚楚。所以今天一早9:26，778转空，杀下来40多点，到了10:04，10751翻多，上来强弹40多点。所以今天我们当冲指标一早先空再多两趟，也有80多点的行情哎，啊，那是当冲的，一分 K 当冲的好不好？所以喜欢做当冲的投资朋友，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拿到我们的大户程式。跟着一分 K，就是我们的神奇法宝。一分 K，今天早上先空再多两趟80多点送给你。那波段转折，今天刚刚跟你讲了，不啰嗦，五分 K 抓转折，日 K 线抓趋势，对不对？日 K 线一路还是空，啊，日 K 线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日 K 趋势还是偏空，所以从上8月8号空下来470点。翻多180点，今天弹上来五分 K，有没有帮你再抓转折啊？今天弹上来五分 K，全国投资朋友，从上礼拜一路多，今天弹上来五分 K，自己亲眼见证一下啊！五分 K，10789再空，尾盘你自己看看，又急杀了40多点了，好吧？啊，尾盘10789。短空下来又是40多点的行情，所以指数操作，我们不论是
趋势盘，五分 K 抓转折，甚至当冲，五分 K 从上礼拜的多180点，今天795的空40点，这是五分抓转折。那今天的波段当冲，当冲指标一早先空再多两趟也80多点，所以不论你要做当冲也好，转折趋势也好，你想尽办法，真的想尽办法拿到我们的城市交易啊、哦，想尽办法跟着我们的大户城市来操作，指数操作绝对对趋势要有明确的方向，绝对不可以再用老方法啊、哦，一些台面上一些，对不对？老师每天开盘试驾啊，先空啊，这个不能无法接受停损的啊，马上又不要做啊，又翻多，对不对？还告诉你赔不起的不要搞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空就是空，多就是多，好不好？清清楚楚。那股票的操作啊更简单啊，跟着我们大户城市，对不对？主力进货一路多，这一路送你的原像，自己亲眼看一下，从100几块翻多，大涨了快30块。错过原像的，是不是送你金像店？从10块哎，啊，金像店呢，邱同志，啊，自己亲眼看一下，2368。所以我们的操盘工具，不论做指数、股票，你自己看，让你赚多少。金像店从10块钱附近一路多，这一个波段让你获利，导播照镜，全国投资人自己看了，获利高达是不是60%？这一个礼拜金像店是不是天天涨停板？你自己亲眼看哦。所以我们的用户这一波金像店通通赚得开开心心的，啊，好，那你错过原像、错过金像店的，你听清楚啊。今天我们再度帮大家掌握到，全面锁定铜板价。为什么铜板价？金像店我们10块钱跟客人介绍，很多投资人来讲，哎呀，10块钱怎么会涨？这一个礼拜涨最多的就是10块钱的金像店了，所以10块钱很简单，涨到16块你就60%了。好，听清楚哈。那今天我们再帮大家掌握到铜板价第一强的标股，金像店第二，我们要再度的复制金像店大涨的将近60%。那今天这档中美大战的受惠股哦，听清楚哦。那今天大盘的资金已经从电子股撤出了，很明确哦。所以资金未来的主流，今天晚上川普对吧，跟中国大陆贸易战开牌，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好结果，那大家也不用忧心。所以今天盘面很清楚，资金已经从电子转到非电子、传产也好哦。那这档就是中美大战的受惠股，它不是电子股。那金像店 number two， 股价目前才在一字头嘛，好不好？那 PDA 的报价创了5年半的新高，它不是没有基本面哦。产品的报价创了5年半新高，再来资金已经从金融电子股转进中美大战的受惠概念股。所有错过金像店大涨将近60%的，今天这档金像店第二，好不好？请全国投资朋友务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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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握，错过金像店的务必把握。那今天立刻加入我们赖的族群啊，加入我们赖的行列，好不好？来索取金像店第二。那至于指数操作，我们交代得很清楚啊，从8月8号一路请你向下放空，趋势力道转空，你这样子才能掌握到400多点的获利嘛。上礼拜跌升反弹，短线翻多180点，今天弹上来了，趋势力道仍然偏空，所以反弹还是要站在空方。所以你要这样子掌握大波段的趋势，你才能掌握大波段的获利嘛。指数绝对不是每天啊忽多忽空，开盘试驾做多做空乱猜一通哦，那这样搞得最后10赌9输哦。好，那还是一样啊，很诚恳的呼吁，好不好？那指数一定要想尽办法掌握到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城市交易，日 K 线抓趋势，五分 K 抓转折。喜欢做当冲的，我们的一分 K 你好好把握一下。今天两趟还是80点的行情嘛，是不是？今天当冲两趟也很开心啊，早盘先空再多，两趟也有80点的行情啊，
所以这些都有明确的时间的交代，好吧？那通通让你做得到。那今天这档金项店第二，想尽办法加入我们 LINE 的行列，跟上我们的操作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：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。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，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哎，二十号那位先生，这位人力资源访查员要拜访您。我有收到通知啊，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？先生，政府每月22日那照办人力资源访查是有原因的，为了了解多少人就业失业，才有施政的依据啊。他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受访资料我们都绝对保密。人力资源探查需要您的支持。指数操作，你一定要能够明确的掌握大趋势、大方向，好吧？日 K 线抓趋势，五分 K 抓转折，一分 K 抓当冲啊、哦，操作要分得清清楚楚。那这一波从8月8号斩钉截铁告诉你，日 K 线趋势由多转空，所以从8月8号10700附近赶快空哦，对不对？从11064是8月8号空，8月10号11009加空，11015附近还是空，甚至8月1511818还是空。一空下来，全国投资人470点送给你啊！那上礼拜8月16号是不是斩钉截铁告诉你，短线出现转折，10614，8月16号加入 LINE 9:11，10614转多有没有？短线转多，8月20号10670还是多，那一多上来到今天震荡再攻10795。180点的行情啊、哦，又反弹了180点。那昨天也事先预告了啊、哦，整个日 K 线趋势目前仍然偏空，所以反弹了180点之后，要注意反弹怎么样，压力再度的把握偏空操作。来，今天我们五分 K 10789再帮你精准抓到了重要的转空转折点，10789就是空。时间价位清清楚楚，不要你去猜，好不好？789空，你赶快跟着去操作。今天所有赖的学员第一时间也跟你预告789转空，不要猜，跟紧脚步。今天全国会员12:03就告诉你795附近，你要懂得逢高放空操作啊！尾盘有没有再杀40点？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大盘会回档到哪里啊？明后天如何操作？一样跟紧脚步。那当冲一分 K 抓短冲，我们今天的一分当冲指标，一早冲高778转空，急杀40多点，杀下来751翻多，再弹40多点。今天连当冲两趟也帮你掌握到80多点的行情啊！所以喜欢做当冲的，把我们的一分 K 指标精准的跟上脚步，好不好？那股票这一路啊，
送你的原像，大家亲眼见证了啊，大涨了快30块。那金像店更精彩啊，一口气涨了50%之多。那所有没有跟上金像店的，今天这档铜板价啊，目前才在10块钱附近哦。铜板价，好了把握，金像店第二，想尽办法，今天只要加入我们的 LINE， 索取金像店第二。尤其最重要的指数，明后天在趋势偏空的状况之下，如何掌握大波段趋势操作？赶快加入我们赖族群，明天同一时间，第一时间掌握多空转折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 2321-9933。